所有的朋友，大家晚上，现在大家下午好，然后梁曼的这一首《天下的姐妹》送给你们，一起来欣赏 ，Thank you。 我相信绝对，不负你永远的关怀和支持。明白爱的是美，抱得下滋味，该向社会义无反顾，从容去面对。不管前面。